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不温不火 ，So and so ho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riscilla。哎，今天我们跟 Priscilla 还有大家一起品尝一家非常有特点的小店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法国有一个艺术馆叫做菊园艺术馆，特别的印象派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温哥华也有一家菊园。只不过它不是艺术馆，是一个咖啡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很艺术派耶，听起来，哎，非常艺术派。那我们赶紧进去看一看吧。OK， 走吧，拭目以待，走吧。这个就叫做瓦夫斯达鲁斯巴嘎迪。你说的什么鬼？太专门意思了。翻译过来叫做和风意大利面。和风意大利面，你能看上面放的这个 bonito 这个 flake 啊，这个面端上来的时候，这个热气上来，哎，给人一种非常对非常浪漫的自在感，一种隔意的感觉啊。你好，德语姐。里边有各种食材加在一起，有这种sausage 啊，还有这种 mushroom 啊，对吧？还有这个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些蔬菜，感觉小蔬菜。真的是，而且香气扑鼻。那我们来试一试。和风 style， 就像我们说中国风的歌曲那种感觉，就是中国它是和风，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清淡，还不像说，哎，对，不像意大利面那种，就是很 creamy 很 rich 那种感觉，对，我觉得蛮非常的好。我觉得姑娘们如果想减肥又想吃意大利面，可以来这里试一试和风spaghetti， 是不是？如何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就叫做 Masago Spaghetti，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飞鱼子了。那我觉得它的这个飞鱼子跟这个 Spaghetti 搭配起来就非常的非常融洽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对对 对，而且味道呢也非常好。我觉得不是很特别的 creamy 那种，它很清爽吃上去，而且有一些鱼子在里面，你会觉得说一颗颗在你嘴里面爆开的感觉。爆开的感觉。爆开的感觉。哎，让我想起周星驰电影里的撒尿牛丸了。撒尿牛丸，来牛咬鱼。我不吃汉堡肉的，但这个汉堡肉非常好吃，因为它里面的肉是很 juicy 很香，对，非常好吃，很喜欢。而且还加了点面包屑。哎，没错没错，哇哦，咖喱也不会很辣，哦，非常不错，先推荐。哎，我非常喜欢它这家店的装修啊，非常的简约，非常日本风，仿佛回到了这个东京的时候那种感觉。是是，我很喜欢这家店的装潢，是因为它一些很简单，想说很简约。然后是它后面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一幅画，那边？对，哦，那个，对 对, 对，那些树叶在翩翩起舞上，很浪漫。我觉得跟它的这个名字 Orange Hill 这个菊园，哎，这个 Museum 非常的贴切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非常好的名字。而且呢，它那边呢还有一个甜品区，都是现做的甜品，是，所以待会儿我们要好好尝一尝它的甜品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女生肯定很喜欢，对对对，非常喜欢。那品尝完这家店的 spaghetti， 我才发现，别人都说，这个最好吃的意大利面在日本，这句话说的完全正确。那我们温哥华还有这么好吃的，那我觉得在温哥华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没有错，非常符合亚洲人的口味。哎，对，但他们店呢，不管是吃意大利面，他们的甜品也是很不错。哦，有很多人是专门为了甜品过来吃的。那我们也尝一尝。好。好。
那喜欢就赶紧订阅我们吧，不温不火。So when so hot。If I'm coming too strong, but tonight is the night we can really let go.